我不想皇子在。你是想让那个逆子将来为母报仇吗？ 陛下知道他是谁吗？朕当然知道，他是爱卿的女儿，朕的曹妃。来，过来。陛下喜欢他吗？朕喜欢他。喜欢就好。中宫不可空虚，陛下不可无后。曹妃贤德，请陛下立曹妃为后。 朕册封曹妃为中宫皇后。